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跟随神的专辑。哇，今日好特别啦，就是牧师邀请咗我哋马来西亚 KO GA61 嘅主任牧师师母，或者主任师母牧师牧师牧师师母都得啦，主任牧师师母啦，系啦，哇，好特别 ，Esther 都要做师母，系啊，系啊，Esther 都要做師母，我都想做师母，哇，特别邀请咗佢哋，又系咁啱喺牧师喺五旬节主日讲完，系一棵生命树嘅呼召，系。他们就飞了过来了，就出现在跟随神的这个专辑里面。哇，牧师是不是很开心见到仔女回来？一定很开心，我很期待着他们回来。是啊，谢谢牧师。我们关系可以更密切。是啊。但我都记得我上次个脑要做手术的时候，Esther 都特地飞回来看我，让我都很感动。是很 close 的。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起已经走了二十年。那这二十年来，一起经历很多风浪、风雨、冲击。还有在这里，我们一起经历神，又经历神给我们的成长。我们同他们，同所有的分堂，我们的都是紧紧连埋，成为一棵生命树。所以今次讲这个的成为一棵生命树，我觉得特别有神。我们在西乃山，我们一起去西乃山。是啊，是啊，一起去西乃山。是啊，其实他们邀请我们去，就是我很感谢神，他们就是我们代宗的箭，他们知道又有些安排，所以立刻邀请我们去。神又很使用我们一起上了去。我觉得我们去完这一趟西乃山，回来五旬节了，立刻我们就神就俾我哋提升，那個提升是一棵生命樹的呼召，是叫神得榮耀的呼召。對我嚟講，我是特別的興奮，因為以前讀以弗所書咧都未讀到呢個高度。今次其實以弗所書已經喺曬我入邊啦，咁去咗西乃山，好似聖靈轟一落嚟，那個信息就出咗嚟。所以我好開心，今次係講这一棵的生命树的呼召，又是我们六一的意象，我们二十年一起走，一起成长，其实想回转头真的很感恩。那 Esther 牧师、Amos 牧师，你们在五旬节的主日带着你们的分堂都一起同步领受这个一棵生命树的呼召，你们的感觉又是怎样的？我很感动了，因为牧师讲的那个以弗所书，特别讲到 oneness， 我觉得一棵生命树嘛，其实就是 oneness， 所以假使要跟得更靠近哈，需要有很多垃圾都要处理，然后我们就能够越走越靠近。所以二十年里面哈，我们就是觉得跟随是完全，然后有垃圾我们就处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来、又盼望走更靠近的。哇，你讲得好坦白哦，咁咩垃圾啫？因为在跟随的路上有很多误会啊，有很多感觉不敢讲，因为我是一个压抑的人、所以可能在跟随的路上、有一些东西压在里面很久，所以我觉得可以、要走得更靠近，就要更坦诚。然后，我补充一句，我都觉得是的。一个压抑的人很难成为生命树。你都压抑了，你教会怎样成为生命树？所以从你，从你夫妻开始。是神有大大工作，继续啦。特别做师母不可以压抑。对呀，所以我自从要做主任牧师，我也跟他讲，我也要做师母，因为我不要压抑啊，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带我们的分堂了。然后我们是怎么带分堂？其实就是当我们越靠近，所以我的分堂就更靠近，因为我会带着他们一起来跟随母堂嘛。因为一棵生命树啊，不是各做各的，乃是我们有相同的意向，遍植生命树。我们怎样？
就是我们有一个的管道，在每一个的月的月头，我们呢就请所有的分堂跟我们一起连线，然后呢在那个同工会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怎么样看牧师师母的同工会，那我们也一样的照样的，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有关于这些核心价值啊，六义的核心价值 DNA 所有 DNA 啊，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同工会的时候呢，跟我们的所有分堂在线上的跟他们说我们怎么样跟随，所以我们也叫他们能够看牧师师母的话呢，还有呢这个参加这一次的堂庆，对，所以他们有很多呢就一起来参加这个堂庆啊，堂庆啊，还有这个五旬节的聚会嘛，五旬节主日，对，你们从非洲的分堂、印度的分堂、新加坡的分堂，哇，都一起参加，还有马来西亚的分堂，马来西亚，然后泰国，是，哇，所以。因为我们的分堂都是不同文化的，是，他们都是很爱神，还有呢，他们很乐意跟随，所以当我们可以带着他们呢，其实也不用说说服他们，不是，其实我们也用生命树爱他们，所以他们也跟我们很靠近，然后我们又跟母堂很靠近，其实很自然的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呢，就走在一起了，对，真是个温馨。对啊，我还记得，因为你们非洲分堂加纳吧，那个暗牧、暗师母，哇，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哇，生命树的文化可以去到非洲的分堂，是，来讲讲这个师母。啊，我们要去开堂啊，当我们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就全部是 lockdown， 所以我们不能够亲自飞到去加纳，我们的这个GRS 的这个分堂，但是我们在线上先开奠定他们，然后呢我们疫情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要飞过去，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宣传，他们提议的宣传呢是他们主任牧师，对，但是没有看到师母，哦，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母堂这里设计海报，我们就放他们两个人夫妻，然后放他的名字，叫做 Cosby， 现在叫做 Isaac， 然后呢他的师母，他的名字 CMO， 然后我们去到那边开堂的时候，我们就说师母的意思是 Mother of the Church， 所以我说加纳这个教会 GRS， 现在你有一个众人的母亲，是，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介绍师母给他们认识，哇，他们很开心，是有牧师了，现在有师母正式在他们当中，真是一棵生命树。师母就真的有个位份，是很重要的，即系如果冇咗师母咧，呢间教会其实是单亲教会，单亲，系啊，单亲得个爸爸，冇咗妈妈，系个屋企冇乜温度，系啊。咁啊，真系好嘅，开心嘅，系啊，系啊，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生命树入边真系会有爸爸有妈妈，系啊。所以我们在那个他们的可以说是差派嘛，来肯定他们的时候，哇，有爸爸妈妈，整个氛围都不一样。这个教会在加纳来说呢，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师母有一个位置，所以众人都看到，所以就。那个温度就提升了，这个是很特别的，是，所以我觉得牧师应该很欣慰，就是这个生命树的文化可以传到去到非洲边，对，系啊，我一路笑同佢哋讲话啊，即系伊斯帖啊嘛，从印度到古实，咁佢哋嘅服侍咧，喺你哋分堂嘅成长咧，真系从印度啦，下边呢张就系印度嘅，系啦，系啊，印度边度啊 ？Chennai，Chennai， 啊，系，上边就系新加坡啦，其实仲有系非洲，而家有三个分堂喺度咯，咁你哋都做得好好啊，你哋一路带住佢哋，今次五旬节主日大家都一齐 ，yes， 从我哋香港到你哋到其他我哋。很多的分堂都一起来领受一棵生命树的异象，我觉得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的。我们最初 plan 这个连线的时候，大家一起
即係五旬節主日相連啦，冇諗到係講呢一個信息。你未知講乜嘢？都未知講咩，只係諗住我哋從西奈山落嚟領受咗，即係最去到嗰個地方，我哋聖靈降臨嘅地方，嗰個 legacy 我哋去領受，翻嚟我哋就要傳遞，就係咁樣。所以我哋連線，但係冇諗到神俾我哋嘅係超過。更加實在，同我哋嘅意象有關，讓我嘅意象唔單止自己領受，好多分堂一起領受。我覺得呢個係神做嘅，真係好感恩，好開心，好開心，係啊！仲有我覺得我自己對以弗所書，我又哇明咗更多，更加摸到啊！哇，嗰個係幾十年來都未去到嘅高度啊！我要多謝神啦，亦都係真係聖靈。好同在嘅，又喺選擇呢個時機向我哋嚟開啟，係啊，好開心啊！真係一個身體入邊係不同膚色，都係一個身體，係一棵生命樹，係啊，所以好感恩，好感恩，弟兄姊妹，我哋都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都領受一棵生命樹嘅呼召，並且行上去。多謝神，祝福大家，祝福大家。